是是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，才能走到终点。梦想是有多久的时间，多少时和力，才能慢慢实现。但只是让我暂时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？否则我有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，灿烂却有些颤抖，并且已经可能会喜悦，为他一生奉献。